过得好吗？好，现在大家来去新大陆上的明星验车，我们来去验车子，验车头，验板台，也是来这边验。大小型车检验场，前面有一台长龙的在等。行照跟保险卡，哦，准备行照跟保卡。他等一下会走过来问我们要验什么，验板台还是验车头？那就先要验那台小台子。检验场在新生路新大陆进来这边，大小车都有验。它营业时间礼拜六半天，它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八点。到下午的晚上的七点，中午不休息，中午一样可以验，中午一样也是可以验。长龙的，你看长龙的连接车头也是在这边验。礼拜一到五八点到晚上七点，中午不休息。礼拜六八点到中午十二点，半天。967。OK， 我们来等验车。长龙往前走。要求我们方向盘打右边，然后会上来看我们的视野辅助系统。怎么这么的暗？调一下好了，调亮一点 menu。
辅助系统，刚不是要来看叫我慢慢开，哎，向前，验车的动作哦，等他把行照还给我们。新大陆跟新强路口，高雄的新大陆、新强路口，OK， 以上就是验车的流程，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